今天吃辣白菜，全都是辣白菜做的炒饭，辣白菜豆腐汤，辣白菜炒五花肉，这个是没炒过的辣白菜啊，宝宝们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啥今天吃这么多辣白菜呢？因为辣白菜有活动，宝宝们，9.9发五包，双十一的活动，我嘎嘎爱吃这个辣白菜炒饭，真的。上中学的时候，学校门口一家小餐馆炒辣白菜炒饭，那时候还好几块钱一份呢。辣白菜买回去，你们可以用它炒饭、做汤、炒五花肉、土豆片、打开袋计时都可以啊。嗯，这是打开的一袋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开袋计时就比较方便。建议这玩意儿你们多囤几袋，因为它太便宜了，9.9五包，而且这个辣白菜特别好吃。酸爽，带一点点辣，而且它特别脆，你听，视频下面有链接啊。哎妈，嗯，那炒饭简直了，这小汤也好喝。平时你吃点馒头啊，吃点米饭啊，加点辣白菜都嘎嘎好吃。或者吃肉的时候那解腻，因为它是酸甜辣口的，清爽解腻。嗯，烤的这五花肉，我跟你说老有食欲了，或者你烤肉的时候加点辣白菜，绝了。嗯，巨香，9.9发五袋，一袋150克。而且它是这种给你剪碎的，宝宝们，回家你就不用自己剪了。有那种整颗的，回家你整的磨磨唧唧的，还得自己切一下剪一下，就打开袋就吃。视频上面有链接，多存几单，这个真的好吃，而且吃法也特别多样。